辣妹宅女怕出门，我是彪哥爆红。Is this the bed I chose to make? It's greener pastures I'm thinking about. Wide open spaces far away.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. But that'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. 这些都是爱唱歌的英国女孩希克森在自己家里拍的 MV。20岁的希克森怀抱明星梦，但他因为罹患空旷恐惧症，长达2年的时间不敢走出家门，窝在家当宅女。爱唱歌的他不让这种病阻挡他圆梦，他把卧室当成摄影棚，凭着麦克风和笔电翻唱碧昂斯、 Lady Gaga 的热门歌曲，自制 MV 上传网络，在 YouTube 吸引了超过200万人次点阅。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欢侧脸45度角，边唱歌边抛媚眼，配上低胸的性感穿着，艳丽十足。现在包括中国和日本都有他的歌迷。他曾求助催眠治疗与心理医师，都无法治好恐惧症。他决心继续治疗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克服恐惧，走出家门，举办个人演唱会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